都是你们的骨肉至亲呐、啊！如果你们县令再不开门投降，我就把他们全部斩杀，剖心、挖肝，给你们看呐、啊！放过他，放过他！抓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我给你们吃！每过一刻，我就杀一个人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们华县的城门牢固，还是这些贱民的脖子牢固。有种就出来一战，老子可以饶你全城百姓性命。外面贼匪众多，您万不可开城门呐，大人。老朽身为华县的副理官，岂能亲眼看着百姓跟贼人同路，自己做缩头乌龟？他们之所以强攻华县，无非是想在圣上西巡路上趁机伏击，我不会任他们如愿的。要想夺华县，就从我的尸体上探过去。父亲不可。等我如果出城引开贼匪，就让城中剿成最好的将士出来，务必把华县的战况呈报圣上，请求林将军支援。父亲，大人，我们也去，那不，我们也去。不得不愿追随大人，誓死杀敌。县的好儿郎，为好同志，待我等出城后便探视门栓，不全歼贼匪，不得开城。誓死杀敌，誓死杀敌，誓死杀敌。开城门。太过疲累，竟然睡过去了，还做了个噩梦。大伯母，赶紧去歇息吧，这些账簿交给杨洋就好。还是杨洋贴心，不似袅袅，只知道惹我生气。大伯母入梦片刻也放不下袅袅，可见心中还是记挂的。夜深了，早点回去休憩吧。学习操持家务，也不急在一时。是。
从前女军随将军征战时，看战报也常伏案睡去，嘴里还喊着女公子的名字。没想到如今留守家中，还是这般担心女公子。可见天下父母心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是放不下儿女的。我哪有担心他的安危啊？我只是担心他别再惹祸便是。此处就只有你我姐妹二人，就算担心他又如何？我再担心他又能如何？他以为留守成家便是可怜，那是他未曾见过真正的可怜人。他又何曾知道这些年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？割不了，快撤！你是新来的县城吗？
你还记得大夫书房中有个红色的匣子吗？记得。你把它取来，藏好，带到新城镇的县城程家阿叔来了，把这个交给他，对他说，化县的百姓日后就托付给他了。没伤到吧？阿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少主公，带去疗伤。是。少主公，咱们必须即刻前往圣山的驻兵大营，只有医师才能处理这么深的伤口。贼匪可能伏诛，逃了为首的反常。以及部分随众，我已派重兵去围剿，绝对令他无处可逃。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丞。少主公，这即将到任的县丞是程氏将军的三弟程直。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还有程家四娘子。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？程家四娘子程少商。程直一行人早已出发，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。反常谋逆，周围难免还有同党。少主公，属下担心会不会遇到。少主公，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遇匪剿匪，遇敌杀敌。快！少主公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是又要去哪？遇匪，快救人！传信了，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。知道的越多，越活不长，到时候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婢女一样。阿妙呢？你那婢女也是个烈性子，折腾了几个时辰都没断气，还是我一刀赏了她个痛快。让你偿命！有声！是！Thank you.
少主公，咱们还是赶紧回碧月院吧，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扎的？啊，程四娘子包的。这小女娘好生力啊，又是写家又是残肉的，也不曾害怕。是程四娘子为你包扎的。是啊。少主公是不是生气了？阿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？你这胳膊与其包扎，还不如断了呢。轻点。不行，伤口太深了，先止不住，得用烙铁才行。来个人，拿把手来。我来。再撑一下，把手举好。啊，快快！撑住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结束了。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，若不习惯血腥气味，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。多谢李将军。陈娘子不必再怕，已经不会再有危险了。若不是林将军仗义相救，我们也不知能不能活到现在。小女力量微薄，见将军麾下也有伤者，未免耽误了行军，不妨将伤者将士全部留下，我定会细心照顾。是将我麾下的伤患全都留下吗？是。若将军另有筹谋，我等也不敢质疑。为何只能是他来？难道我就不可留下吗？将军留下做什么？疗伤。少主公一天一夜未曾休整，为了救你们，连伤口都未及处理。阿飞，不得无礼。凌将军，你自行折断剑尾，如今箭头只露出肌肤不足半寸，想要拔出箭头无处着力，怕是只能切开伤口。那便切。可小的不懂缝合之术，如若强行割开，只怕将军会血流不止。小的只是粗通医术，实在是无法医治将军的伤口，请将军恕罪。少主公再忍耐些，我去找军医。你便是再快的马，找来军医也需时日，少主公耽搁得起吗？我有一法子，但不知可行不可行。可行。少主公，这程娘子还没说。少主公说行便是行。
这绳子可还牢固？这不是普通的绳子，这是少伤弦。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陈娘子了。这少伤弦可是陈娘子心上人所送，算是喜欢的人吧，是齐家阿姊送的，她眼光倒是还不错。来吧，林将军，疼吗？你手疼吗？那就快来包扎。少主公可是觉得剑有什么不妥？此乃军中最新造的精铁军械，一直存在董仓馆所看管的仓库之中，如今落入这些人手里，可见都被将军给料中了，蜀定升了二星，这些人偷买军械是想要谋反，外面那些不是贼匪，而是叛军。我只是猜的，做不得数的，做不得数。圣上西巡途中，文华县有变，命我先行剿匪。所幸祸乱刚起，就已经扑灭。林将军，外面那些叛军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
为何留了这么多活口？这群无胆鼠辈劫掠妇孺是狠辣歹毒，一看打不过，想得可快了。从叛必死无疑，可盗用军械，不过是流放而已。你们想定何罪，大可自己选。党专，我们就是盗用军械，这批军械是早些日子别人卖给我们的。 谁卖给你们这批军械的？这个，我们不知。好，都拉下去斩了吧。是。哎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慢着，我告诉你们，跟你们这种人，没有守信的必要。身为武将。 你们明知军械对于阵前将士来说如同生命一般重要，竟还敢盗用军械，可谓是罪该万死。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，是樊长将军逼我们的，他不满圣上让他镇守蜀地，所以才盗用军械，以充军备啊。什么迫不得已？分明就是你们贪恋权柄和财物，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装什么可怜？少主公。 杀降不降，我来杀了他们，便没有关系。我的婢女阿妙、家丁、车夫，全都是被他们所杀。那个女子，我们只找回了部分尸骨。你们还配为人吗？既不想做人，那今日就当畜生。我就当你们是牲口，想如何宰杀就如何宰杀。你敢？我们兄弟化作厉鬼，也要彻夜撕咬你。待下去。走。你就留在此处。 你没有见过那个场面，看了会做噩梦。我不会做噩梦的，我定要亲眼看看这些畜生们是怎么死的。你听我的，留在此处。婢女被掳走，并非你的过错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杀！
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三十五呢？顺华，顺华，顺华呀！少少，你可还好？少少，实在对不住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绝不理你半步。夫人有所不知，那老妖弱如柴鸡，受不了惊吓，一路上晕过去三次，幸亏你夫君我镇定。你说，我让你去搬救兵，为何这么久？我说，你别生气。因为程大人晕过去好几次。程大人，不好了，少川和程夫人他们遇袭了。所以只有劳公子一人逃出来了吗？我们快去救他们。夫人，娘娘，我还是来迟。程大人，大人，程大人，程大人，去。玉。陈大人，我们赶紧去找顺华。老娘，我还是来迟了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陈大人，玉，这是顺华的东西。陈大人。如此说来，你们为找我与三叔母，一路上绕来绕去，在山脚下绕了一天，是一日一夜。这一路，你们都不曾遇到贼匪，这般安安稳稳。想必贼匪都去山上围剿你们了，所以我们这一路都很安全。三叔父果然是生来好命。我们这一路上，水深火热，一路被人追杀。你们倒是连皮都不曾破，老天爷可真是偏心的很。不不不，少商，你人美心善，自会被上天眷顾的。你看，这不遇到了林将军吗？他还派了黑甲卫保护咱们，他可当真是个大好人。血迹尚未干透，樊昌逃得不远，向前搜。是是是。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，若不习惯血腥气味，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。多谢林将军。
这想说就说。哦，少主公带伤来救程家四娘子，已算仁至义尽，为何还让大兄一路护送他前往华县？毕竟是华县新县城的家眷，这一路以来，是否还有凡昌残部不知，自然要小心一些。哦，就这样。不然呢？把手伸出来。你守在此处，我带人继续向前，让樊昌无处可逃。是。既然女公子已安全抵达华县，卑职便先告退了。这一路，多谢大人了。